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再来谈谈牙疼以及阻鼻血的治疗方法。牙疼呢不是病，但是痛起来真要命，这是每一个人这个得到的这个经验。往往牙疼发作的时候啊，你是会受不了的，找不到医生怎么办？如果你懂得刮痧，只要在循经作穴的治疗一刮，牙齿就不疼了。可以说呢，对自己的保健呢，可以说是很必须要了解的。那牙疼刮哪个穴位呢？我们再来谈谈止鼻血的问题。小孩子流鼻血，大人流鼻血，你不知道如何去处理。很多止鼻血的方法呢，就是拿个棉花嘛塞一塞，或是呢拿个冷水泼一泼，这都不管用的。我教育大家呢，一种五秒钟止鼻血的方法，可以说一用就灵，一试就好，那百试百灵呢？怎么样来止鼻血呢？那个很简单的，当你伸出你的双手，流鼻血的时候，只要勾住你的手，两个手自然的握紧，你心算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鼻血马上停下来，百试百灵的。这是治疗牙痛的刮拭穴位图。治疗牙痛时，要上牙痛刮上边，下牙痛刮下边。注意要把活血剂涂在刮板上。刮拭上牙时，要从下往上刮。刮拭下牙时，要从上往下刮。然后刮拭大肠经，刮拭合谷穴，要用刮板的脚部来刮拭。最后刮拭胃经的内庭穴。今天的有奖问答是